哥开什么东西？嗨，这个交通部观光局统计，那个106年的时候，国人出国的总次数是1500多万，但是呢，到了108年，就是去年呐、就成长到1700多万，就等于这个算下来，平均每一年要成长差不多100万人左右。哇，你们缺海咯，大家都很有钱啊。也不是啦，因为现在出国其实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出国好像花很多钱，但现在有什么廉价航空啊。嗯，其实那个出国然后出去算一算，那如果说你住的地方也不用太要求的话，也不是说不要求啦，就是普通水准的话，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贵，所以大家都很出国。那出国之后呢，你知道为了那个为了友情，为了亲情，还有为了炫耀，总是要带一些欧米亚给啊，就是那种伴手礼回来。那带伴手礼带什么最好？当地特色的零食。可是 ，but 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大家都不能出国了。但是呢，你不用担心，其实网络上现在可以买到一些异国的一些零食。来介绍来宾，将军你好。嗨，大家好。我是来自韩国大邱的将军，来萱萱。Hello， 我是萱萱。萱萱你好高哦。对。你有170。对。厉害。谢谢我爸妈。嗯，而且他眼睛会放电，大家小心。我都不敢看他。Even 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Even。Even 是旅游副局长。对。副局长好，那请问局长呢？开玩笑，不过出国旅游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喜欢的地方、喜欢的国家、喜欢的区域啊。那你最喜欢去哪？我最喜欢去日本，因为日本就是比较近啊，而且韩国也比较注重礼貌的部分嘛。但是日本人非常有礼貌啊，所以而且他们讲话都很小声，很可爱。韩国打字的话就是比较大声一点嘛，就是坦白说。但是去日本的话就比较舒服一点，比如说坐捷运的时候，非常安静，然后。我都不敢接电话，对，反而不好意思，不能接电话，不能接电话。我就喜欢那种文化，而且是大阪那种附近，还有奈良啊，还有京都，有古迹的地方，我觉得非常棒。萱萱喜欢去哪里？澳洲。澳洲为什么呢？你有在玩户外活动？我很喜欢玩冲浪、潜水那些。哦，难怪。然后而且我之前住在澳洲过。哦，是哦。对，我住了一年。在墨尔本，墨尔本、okay、在比较南边，对，墨尔本那边还不错。我以前都去比较北边一点，因为我都去大堡礁那边潜水啊。哦，对，那边超美的。澳洲真舒服，而且野生动物很棒。嗯，不过小心袋鼠哦。还好，你不要去惹它，它就没事。对，我被它追过，然后吓坏我了，而且我是这种大只的，你知道吗？它有没有这样？他这样，我看他怪怪，他一直看我，就看他，那两个对看，哎，你看什么看什么？他开始跳过来，我就跑了，吓坏，比我还高哎。哦，一本喜欢去哪里？冰岛。哦，冰岛这两年很流行。对，我是在5年前就去了，然后我参加一个很特别的 tour， 就是我看到蓝鲸。哇，蓝鲸很大。超大，比我们，因为我们的船已经够大，它比我们还大。因为蓝鲸好像是鲸鱼里面最大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看到还流眼泪。太感动了。太感动。还是吓的。没有，它船翻了，没有啦，就很感动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就是我之前去冰岛是有参加一个 tour， 就是它可以下到那个火山里面，然后看里头的石头。哇哦！对，好多颜色。对，它是真正的颜色哦，不是打光。不是不是，它是真的颜色，而且对，很漂亮。因为你不讲，如果说是打光的话，我就要开始怀疑了。下去看个打光干什么？对，因为这个其实在阳明山我就可以做给你。真正颜色就厉害，因为火山嘛，火山会那种高温会让石头变不同的颜色。对，不过国外哦，其实有很多很特别的零食，其实台湾也有，就各国有不同的那个口味。你吃过最特别的？特别的，因为我本身是蛮喜欢吃榴莲的，对我超级喜欢吃，但台湾卖的是很贵。所以有点不敢吃，但是我去马来西亚、东南亚的时候，一定会必吃榴莲嘛。然后我在那边逛的时候，马来西亚逛的时候，就发现有关榴莲的一些饼干啊或者糖果。我就觉得我本身是很喜欢榴莲的，所以那个东西一定会很好吃。然后我就吃过了那个榴莲糖果。结果超级难吃，因为我们不喜欢榴莲的原因是因为臭，臭。有些人觉得是香的，就像臭豆腐。
因为我们觉得很香啊，那老外觉得哇塞，你在吃什么？但是这个皮蛋，他们看到你吃这个是化学的吧？这是核弹之后的蛋。但是你很喜欢那个味道，因为我吃过一次，我是反胃，嗯，因为我们要出外景，他们就是你一定要吃，哎，我们都来这个国家，你不吃，那回去怎么交代？剥开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快不行，超香，扑鼻而来。哇，他还说什么那一颗榴莲是什么什么？它不是有品种，有厉害，多厉害那种，很厉害，那我已经听，我已经听不见了，我已经快疯掉了。我现在在讲就很流口水，我第一口咬下去，它的口感其实是软软的，软软绵绵那样。对对对对，但是它的味道很香。应该讲非常特别，我们讲特别哈，就是有些人可以接受，有些人不能接受，就像很多食物一样嘛，就比如说韩国。那个生的那个章鱼，章鱼活章鱼，有些人吃就呜好恐怖，但有些人吃觉得太美味了。对对对，每个国家不一样，但是我会觉得说奇怪哦，他糖果怎么会做那么难？难吃的原因是味道不好还是？我觉得味道不好，因为他们要自己检讨一下，就不是你想，不是榴莲味，有一个榴莲味，但是那个榴莲很。不是我想象中的，对对对，好像假的那种感觉。化的，对，应该是化学粉体调出来。对对对对，你看过什么？我之前去成都那边，就是大家很喜欢吃兔头，超可怕。兔头，我跟你讲，兔头最好吃就是脑子那边。没有吃过吗？我没有。因为我有很多那个成都的朋友。没有，我太太也是成都人嘛。所以她也吃兔头吗？她吃兔头。对啊，就是其实。其实每个地方就是文化不同嘛，因为我第一次去看到的时候，我也傻眼了。对啊，怎么可以吃兔兔？我就你说这是什么、啊？他说兔头哦，兔头 OK good good good。那我是没什么感觉，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都可以，每个地方你爱吃什么吃什么。可是你不会觉得很惊悚吗？对啊，就是兔头其实就跟榴莲一样，就是喜欢的人，我跟你讲，喜欢极品。对啦，他们说那个很好吃，就是你在视觉上就是会有一点。因为它就是两个大牙齿在那里，像我以前看到鸡头我都快挂掉了。对，我也不敢看鸡头。但是有些人就很喜欢吃鸡头，尤其是鸡冠，说什么很好吃。还有鸡睾丸，哇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真的，我来台湾才发现，台湾人吃鸡睾丸，那个叫什么什么佛啊？鸡佛，鸡佛，对，还烤用煮的。说那个对身体很好，尤其对女生，女生什么吃的会漂亮。那很好吃哎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是也是软软的。女生吃的会什么皮肤好？好像是，好不好？等下会塞很多在嘴巴里。那你看过什么？就是我在泰国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们在烤蝎子。我跟你讲，我在泰国的时候，他们各种虫都有。有一个人走过来，他拿这么大一个竹篮子，这样十种昆虫，那个我觉得比兔头还恐怖。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。对不对？对。尤其蝎子，因为我们对于蝎子的想法是会被咬。对。那他那个是，其实很多地方吃蝎子，其实北京也有蝎子。对，但他那个比较震撼的是，我在普吉岛，他是摊贩走过来是一大盘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有我跟你讲，其中有一只哦，没事吗？我发誓，真的很像蟑螂，但它真的不是蟑螂，可是你猛一看就，那它是什么、啊？它也是一种昆虫，但是就是蟑螂也是一种昆虫、啊，它就是蟑螂样子的昆虫。但你猛一看，我说不可能吧？我说你，哇塞，蟑螂就太硬了吧？真的，真的太狠了。他不是，那个不是蟑螂，他就是，反正他们就说里面充满了蛋白质。嗯，对。OK， 如果你在健身的话，可以吃蝎子。欢迎你吃昆虫，但是其实口感没有想象那么恐怖。有的很像什么的，虾味鲜。对对，想不到有虾子的味道。有。因为它有甲壳啊，对，就甲壳素嘛，它也有壳嘛。其实你不要看那个形体，你眼睛闭起来吃，其实咬一咬很像虾味鲜的味道，有点像炸虾子那种。对，是这样。但是当你眼睛睁开就不像。哦，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奇特的食物，我觉得在没有安全的顾虑之下，你可以去试试看，因为难得，因为你搞不好这辈子不会再遇到。那人生来这边干嘛？就是体验嘛。好不好？接下来啊，快乐时光终于来了。刚刚讲的都比较恐怖，现在要介绍大家零食。那怎么办？好，今天我们要介绍那个很多不同的、有特色的一个零食啊。首先第一个，这个是。这是韩国的，韩国的，对，五花肉风味脆片，这是我小时候的回忆，其实，对，小时候的回忆，小时候的回忆，它
看起来就像五花肉、啊。对对对，因为韩国人很喜欢吃五花肉。对，好吃，哇，烤脆脆的，我的老天爷啊！对不对？然后那个烧酒喝下去，啊，烧酒超好喝，烧啤七比三这样。要敲一敲，对，敲一敲，然后气泡。那个很容易隔天喝了就头痛哎。你对，是因为你喝太多了。原来是量的问题，我以为是，我想说，这个烧酒不好。你喝完你还要加一点人参，很棒。对，这可以试试看，就比较脆脆的那种，有一点咸咸的。有烧肉味吗？有烧肉，真的有花肉，有哎，你不是那么强烈，但你试试看。要不要？好啊。什么要不要？一定要的。试试看，其实很好吃哎。它真的有一点那种五花肉的感觉，有培根，对，我觉得吃起来比较像培根的，因为五花肉其实你煎到最后会有这种味道，而且哦，这个配啤酒很酷哎，超，对，真的，可以喝到饱，我觉得今天这一整桌应该都蛮适合配啤酒，就缺一个啤酒，对，就缺啤酒，这个配啤酒很酷，一定很好吃，何况，你的口水要流下来了，对，你要接一下，擦一擦，这个其实在台湾现在上网就买得到，对，大家可以去买，那接下来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蜀中蜀洋芋脆球，因为这个是蜀那个外面是蜀片，用洋芋片做的嘛，然后里面也有一个小炸的小马铃薯，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小块的，还有一个，对对，好可爱哦，对，好可爱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这个也是下酒菜，谢谢，也是下酒菜，全部都是，你在暗示要啤酒，暗示要啤酒，这很好吃，真的，他这个就做到，我觉得零食里面很棒的，就是咸甜咸甜，这种很酷，这种哦，你千万不要追剧的时候看哦，不小心吃整包，一整包就没了，这一定是好几包就没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好吃哎，哦，这个女生应该很爱，因为它咸甜咸甜的，哇，这个酷，所以她做这么小包也是用心良苦，对，因为她如果做这一大包，大家还是就是会把它吃完，对，哇，这个很厉害哎，这个我觉得大人小孩都爱吃，然后这个可能就是。喝酒的时候，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人不喜欢，就是有些人他们对于零食他们还有想象是甜的，但这个就很厉害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我是超暴力的。接下来这是什么、啊？这是那个软糖，哦，软糖，但它的包装很特别，就是这样，很像圣女片的感觉，哦哦哦，对对对，我很像，像，超级像。然后这个旁边也是很像蒜头，还有那个瓦萨比的感觉，对对，模仿。哇，这个好可爱、哦，这个是 Toro， 对对对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一定是鲫鱼，这个鲫鱼，鲫鱼是白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一个就不知道，可能朋友，对，鲫鱼的朋友，就表情啊，表情朋友，那它其实是草莓加水蜜桃，对对对对对，有两种味道，这个应该是水蜜桃的。所以那绿色是什么味道？绿色的哦，好香哦！它也是，哎，好香哦！你们闻软糖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哦，有少女的感觉，少女的感觉，这很像 cheese 哦，好吃。它看起来像年糕，你不觉得吗？有点像。对啊，它看起来很像年糕，很好吃哎。吃这一块，哦，这个很好吃。那我要吃瓦萨比。哦，这个也很你好，你吃瓦萨比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也很恐怖，这个瓦萨比。它，我觉得那应该还是水果口味。哇塞，这个追剧，我跟你讲，你吃这个又是一整包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哦！你这样看的时候，我说真的，你这样看的时候觉得，就这样，吃下去不一样哦。好好吃哦，你懂我意思了哦。待会没开的哦，请送到我办公室。这边还有，好，接下来厉害。接下来要介绍什么？我介绍的是飞宝洋芋片，它是从西班牙来的，然后它有两种口味，一种是这种是松露的，哇，看起来这是高档，就是你知道贵妇，假贵妇啊，松露，我如果真的贵妇，我就吃真的松露了，我还在这里跟你吃洋芋片，那叫浪费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试试看松露，松露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味道，松露那这个香味会在你嘴巴化开。而且这个可以多吃一点，追剧是不是很好吃？而且浓哎。对，你追剧的时候也可以吃，不用怕不健康，因为它是马铃薯，是炸蔬菜，好不好？这是炸蔬菜，它不会不健康。我每天都这样跟我自己讲。可是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它这个松露味道是蛮浓的，它就是会在你嘴巴里这样散开。哦，好喝。
是有画面的味道。嗯，想不到西班牙人你们啊过的日子很好、哦。哎呦，对，真的。然后再来这个就是荷包蛋的口味啊，荷包蛋。就是你吃了之后，你就会想到小时候外婆在早上煎的那颗荷包蛋的感觉。这西班牙的吗？对啊，西班牙阿嬷的那种早餐。我吃是我家外婆，我不知道西班牙的外婆煮起来是什么味道。不是洋芋片，我们知道很多种口味。这厉害了吧？这种我也吃过。哦、这个你觉得没吃？这荷包蛋你是个什么样的发想？来来来，吃，请用外婆味。真的就是荷包蛋，荷包蛋，是不是？哈比有没有想到外婆？外婆，外婆，外婆会流泪，会流泪。你一咬下去就有荷包蛋呢。外婆，外婆煎的荷包蛋，就是撒盐巴的荷包蛋。对，是撒盐包的。这个太暴力了吧？嗯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我很爱吃荷包，我每天都吃三个荷包蛋。我跟你讲，你看剧的时候你就要吃这个，因为蛋也是健康的，然后马铃薯也是蔬菜，都是很健康。所以你可以吃一次吃三包，就还是健康的，没有关系。这真的很独特哎，为什么有这种味道？是不是很好吃？不是，是我震撼哎。你现在就是在怀念你阿嬷，我不是怀念我阿嬷，就是说，我没想到他可以把荷包蛋的味道做这么明显。对，这个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没有在演戏，因为我刚咬的那一个同一个0.01秒，荷包蛋味道就出来了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他这个台的洋芋片，我觉得他很厉害，就是他都可以把味道做得非常浓。如果这两个比，好，就他们两个比赛，我选荷包蛋。我也是，我也是选荷包蛋。因为松露其实很多牌都有做，对，就各有各的。就是松露，你可以预期到它大概是什么味道，這個、可是吃到荷包蛋，你就觉得 what 这样，然后就哭了。这个哦，是不是？我跟他敬女，好厉害哦！敬女了，敬女了。哎，各位朋友，真的上网去找这个飞宝洋芋片，会飞的宝宝。我劝你先吃荷包蛋，太厉害了。先吃松露啦，然后你再吃荷包蛋，我会买，你才会感受到哇，我荷包蛋的。我会想买一箱。对，这个很好吃，真的超好吃的。摸一下，厉害。哎，等一下，是工作人员又要送去你办公室是不是？其他的就你们吃吧。马上变，对，马上变心哎。接下来这个是来自于加拿大的， okay. 然后它是加乐士，只有加拿大独卖的加乐士的 Oreo 棉花糖米香哦，米香，其实干吃会稍微甜，但是配牛奶超级好吃。不是你们小快要跟我讲，我就拿出来，不小心接到了。可是我觉得他吃一整块觉得太甜，就是没有配牛奶。这很奶耶。这很像有健身，真的需要，这个真的需要。给你太大块，我有点过意不去。太亏。哦。很香。吃不完你可以包起来。等一下回家吃。你去楼下买一瓶牛奶，然后你再配着吃。我刚好没有吃早餐。你就坐在路那个 Seven Eleven 里面吃。好贴心哦。对。奶吧。而且仿佛回到 baby 时期。口感很好。太久了。口感很好。就是绵绵黏黏的那种感觉。我以为它是硬。脆脆的，对不对？口感很好。它是稍微软。哎，好吃。加拿大独卖。对啊，它只有加拿大，就是这个口味，因为加乐士全球都有，可是加乐士只在加拿大卖这个。一本你要介绍的是土耳其吗？对，这很健康哦，我是土耳其的那个100%水果点心棒。水果点心棒？对，看看你像肉干哎，它是水果，然后它很厉害，它里头就是每一片里头都一整颗的苹果，一整颗。你说这样一整片，这样一片就一整颗？对。然后还有加上其他的水果，对，就真晓得，吓到，吓坏，谢谢。它都是苹果，但是有酸樱桃、黑莓跟李子。对对，然后它每一个假设它是李子跟苹果，它那个李子有三颗，就那一整条就是有三颗李子跟一个苹果，好酷啊，很健康，好水果，对啊，健康的味道，而且携带很方便，携带超方便。它是土耳其首家，也是唯一的。好吃哦！它果酸很多，但是不是那种很酸那种，就是你会感觉到的果酸。而且它没有加糖，它没有加糖。糖糖糖，糖糖糖。小二，阿里嘎多。你刚刚吃的这个是什么味道？这是李子的。李子，我刚刚吃的是黑莓。
旁边那是酸樱桃。哦，这个比较酸。嗯、哦，那就我就算了。这携带超方便的，你就可以放在包包。李子最甜。嗯。带黑莓。现在是酸樱桃，对不起，让你吃到酸樱桃，好酸哦。那它需要 balance 一下。接下来再介绍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来自香港的家喻户晓的一个，这一定要配啤酒。真真真真鸡辣的那个薯片。哇塞，吴尊，你现在有做别的生意哦？OK 的，哦，鸡辣，鸡辣，康哥敢吃辣吗？我敢啊，我很爱吃的。那你应该会很喜欢。要包回去吗？这一定要包哦！啊，真的超浓！哦，哦，这个这个哦，这个油哦，真的，它的油哦，不行不行，它是有厚，它是那种不敢吃了，麻辣香，然后有这个油哦，麻辣对，然后有一点后劲。台湾有很多的也标榜说什么辣味，那个幼稚园呢？幼稚园厉害，这很厉害，这是硕士生吗？想想配啤酒，这个配一碗面都可以。哦，这个很强烈。嗯。哦。喜欢吃辣的应该会。哎，那你不是喜欢吃辣，你怎么在喝水？应该很口感。哦。喜欢吃辣应该会超爱的。我跟你讲，目前为止最适合追剧是它。嗯。虾米，我以为是我的荷包蛋。不是，荷包蛋早餐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早餐。我说的适合是说。这边以上都会一直拼命塞，哦，因为这个辣你就会，结果你会冷静，觉得 OK， 真的，你会每一口都是这么一点点的，然后五分钟之后才会第二片，还是一点点 ，CP 值很高，这样，而且吃这会喝很多水，对身体很健康，然后再吃这个健康，可是这个如果像我喜欢辣的，你会突然间想一大把这样塞进去，像他刚那样吗？嗯，好吃哎，这个好叫什么、啊？香港地狱薯片，地狱薯片，哎，这好吃，真好吃。地狱薯片。所以以上我们今天所有的零食，异国零食都是从网络上所可以买得到的，啊，所以今天有很多种口味，有很多我们刚刚介绍过的。其实我觉得每一种都很特别。有时候我们常常在便利商店买了很多零食回去吃，我觉得有时候不妨可以上网去看看这些东西。哎，你搞不好可以找到你生命中的最爱。我说真的。你已经找到了 吧？我找到了这个虾米，我以为是我的头发。好好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因为我们很介意，我们个性比较花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所以我们最爱好几个，还有那个祖宗这个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好不好？以上欢迎大家那个上网踊跃购买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